我其实我没有支持你们这样做，你们怎么都直接喊 uncle？ 不过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厌烦呢？我边走边自己悄悄地说。근데가사는되게좋아뭐가좋은지不过这听到这样安子的声音，对歌手来讲就是좋습니다저뭔가좀약간아쉬운마음을이렇게불러주는것같아서좀기분이좋죠对歌手来讲，其实真的是感觉上，因为你们觉得很舍不得，所以请希望我再次到舞台上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听了当然会心情是比较好的。저희그한국팬분들께제가간단히제가이렇게유창하게중국어를하면어떡하지못알아들으면어떡하지라고고민하셨을것같아요한번째에서와나지금장중국어这么厉害他们会不会听不懂呢싶어요걱정안하셔도될것같아요아직까지는제가막유창하지는않아서那就是他本来想说韩国粉丝会不会担心说在台湾要讲中文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可是但是越来越好좋습니다北京演出给你去了吗？
哦，我衣服，怎么了？哦，我衣服。여러분과 만나게 됐습니다. 그래서 대만 팬분들이 특별히 최애쇼를 위해서